这是我们家的一款防冻、耐晒、耐摔、防爆的一款透明水龙头，大家测试一下，这是冻的很结实的哈。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完好无损，并没有冻烂，并没有冻烂，而且它的抗击打能力很强。我给大家测试一下，看都是完好无损的。刚刚给大家测试了，它的抗击打能力很强，看一下，没有任何损坏，所以说任何定位都不会冻烂的，也不会摔烂，可以看一下哈。